大家好，大。我应该马上点饼儿啊，开个玩笑，确实好喝，哥们儿，来，嘎着喝，看这纹儿，哥们儿们，你们说这个传承啊，有没有？我爸从小就爱吃灰米，那前我爸穷嘛，吃灰米吃一年能吃上一回就不错了。但是我小时候，我爸总领我去，所以我就对这个庆生馆啊，哎呀，非常喜欢。他这个应该不叫胸口，因为啥呢？他这个属于肥肉，胸口那个肥，它是带肉的，明白吗？但是这个非常好吃，你就当牛肉吃也非常合适。他家好处是啥呀？你要小份儿，可以要小份儿。胸口，海肉条，海肉条，这种传统老菜20吧，小份儿，大份儿40。哎，我都多长时间没吃肉了，哥们儿们，查完了。老板，算账多少钱？那个52。好好好，上好。这条道是个夜市啊，哥们们，今天咱就不逛夜市了。
50多块钱，行吧，哥们儿。啊啊，行。吃老饱了，我这多少天没吃肉了，多少天没喝二两了，馋坏了。拜拜。